套。然后最核心原因就是他们课上的少嘛，就是那个他们想多收收钱嘛，现在是他们你想这么艰难过日子，能钱早就早收回来，这太简单道理了。那要不然我来拍，等会儿就这样听啊，拍到停车场里。好，漂亮吗？这是看，比看窗外好啊。我跟你说，这拍视频也不好说。我随便拍了个，昨天上电梯就1000多人看，精心的拍了几个没人看，我服了。为啥昨天拍一个上电梯咋有这么多人看啊？就上扶梯，就拍了个几秒钟，现在1000多人看了。咱俩拍那个乐高视频就几个人看，十几个人看。你瞧这帮大乐高改编几个。你就把我都打上了，你这种的话有点会涉嫌那个泄露国家隐私。泄露啥国家隐私？我拍到，我要一直拍到变成课里。累死我了，手。我来，要不然我来。我拿着，你拿不稳。这么看，窗外还是挺好看的啊，嗯。窗外这么看很好看，而是你想要拍这个视频来赚钱？对啊，骗子！现在咱们俩通过拍视频赚钱。嗯，你哪赚着钱了吗？重点是还没有，那怎么赚钱？难道就是粉丝点击点赞可以赚发钱？对，你这怎么你都知道粉丝点击点赞了？但是这点赞这么好多人都点赞，咱就一元钱都收不到啊！太少了，点赞。真的，要不然我回去，我拿了个小人来演戏。行。也没准这东西可以赚钱。嗯。出这么高，还可以拿个小人来演个戏呀、啊。然后再把我手删了，这样不就可以了？
说删删删不掉是吧？啊？太歪了，感觉。啊，歪就歪吧。歪了也赚不了钱啊。啊，真是趴在这玩，咱是。啊、不过一会儿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你让我这手举着。站长，拍会儿歪，我来看看这美丽的风景。一会儿看到隧道有什么感觉？一会儿回来再拍一个。可以。行，可以了。哎，不行，那太好。不能太累。把手累了。到隧道你再听。哎，快到隧道了，坚持会儿吧。哎、你看你儿子不，把我这手弄。手累死了。